炒饭。哦。我们加一点，要不加一点特别的东西，有点特色的就 OK。元哥加那个泡面可不可以？加泡面里面一起炒。泡面炒饭，就是把这个背面碾碎，加一点水，然后就加那个炒饭一起炒。那个面不脆啊，没有什么特色、啊。可以嘛？可以，应该理论上可以哦。理论上肯定可以啊。我觉得有可能可以实现一下。哎，我没想到我们的产品啊，大碗炒饭，搞定。哎，我搞定了。林总有没有事情要帮手？只要两个点。哇，炒饭哦，炒的真的是炒饭一样哦。大湾仔炒饭，看起来就很漂亮啊。另外是女的，好，谢谢。大湾仔炒饭。可以吗？很好吃。味道可以吗？这是您炒的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对对对，这个很合我的口味，确实炒得很好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